这么好。他是谁啊？讲的就是他叫陈小鸡。哎、欸，这个怎么那么眼熟啊？就是在门口干我车那个。是吗？没有啊，不是我啊，怎么可能？我没有偷人家车啊。他不可能偷你的车。市民就有车可以借了，怎么可能偷你的车？哦，意外的哦，这错。那你要不要跟我们去打棒球？他刚好想要找一点事情做，一起去玩。好、啊，我这根粗的。打棒球？嗯。可是只有一支球棍，不是？我们可以一起拿球丢他。还是还有哪里好玩啊？我看了一下地图，只剩下住宅区可以看风景了。还是你想看女鬼的尸体？女鬼的那个尸体哦？对啊，你有找到过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没有，我就看过他那个灵魂而已啊。他还有尸体啊，有一个完整的。故事是那个杀人魔呢，他就是变态嘛，所以他就是杀了一堆女生，然后他把他们尸体用东西包一包丢到海里。他很变态、哦，他把他绑在水里、欸。哎、欸，我忘记是从哪里上去了。回去回去，在里面。哦，走这条，对对对，左边这边。对对对，这边刚好可以顺路看女鬼。哎、欸啊，完了。啊，没事没事，他没有冒烟，我不要紧张。奇怪，我明明没撞到啊。可能他突然长出来了。这台，哎、欸，完了，就是后面有事了。车坏掉了，要修车吗？还没，那先叫吧。还是没有啊，这个路上很近啊，旁边隔壁接一台就好了。我操嘞！你他妈想杀人是不是？你他妈给我过来！What? Stop! Stop! What? 为什么你会知道这啊？对啊，你怎么会知道那个水池？我们找很久才知道哎、欸。我什么都知道啊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加油，扭一下，扭一下。这个，还是，哎呦，我觉得我们下山了，你觉得如何？还是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是不是害怕了？不是，因为5:40的时候，我收到通知了，5:40的时候，5:40的时候被冲走，好像有公告。那要下山喽？嗯，可以吗？有啊，我可以吗？这边下去比较快。欸、可以啦，可以。这边技术很好哎、欸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救命！不会不会！救命！救命啊！可以可以可以。怎么有人下车了？啊！等等等，怎么回事？你妹妹怎么了？不会吧？她是不是没系安全带呢？那个小蜜桃嘞？哦，看到了，有看到了，看到女鬼尸体了。不是我，这是我。你是不是想变女鬼啊？我没有，我们
我们来看女鬼尸体，这样就有了。你帮他拍张照吧。我帮大家拍啊，我们合照一张。哦哦哦，还给奶奶。啊，好了吗？西瓜甜不甜？很甜，不甜。我这一趟跑完，我可能要回一下医院，我有一点事情要讲一下，有人找我。OK， 我要顺便去找。你要找我姐姐啊？对啊。好啊，好啊，那干脆跟我一起回去好了。那等下就去医院啦。你妈开会哦？对啊。哦、要说啊，好吧，看来见不到了。怎么办呢、啊？要不要开会啊？钢铁蝙蝠侠，我想要把那个巧克力吃掉，可是我后来又买了一堆。还是其实他只是一个一般人啊。如果他是一般人，要怎么那个？你们在干嘛？一起来。只是做出来。从他给的啦，白痴啊！等一下啦，先你要不要先去找阿索？他自己一个人。好啦。对啊，不要跟我跟他，他不是我意中人。没关系，不要打，我不要。啊？早上才遇到他吧？早上。你们在干嘛？哎、欸，好听啊，阿硕。没有啊。有，我都看到了。没有，我背很酸。你是不是在偷情报？没有。这样很不可以哦。我那个很酸哦。哪个？我背很酸。你球棒给我就原谅你啦，我帮你背打一打。我们来玩躲猫猫好了，这里很大。你说在公园玩躲猫猫哦？对啊。我们这样好了，我们把手一起举起来，欸、然后我数到三，我们就一直举到有一次只有一个人没有举，或是有举，然后那个人就当鬼。玩躲猫猫？要玩躲猫猫吗？抓到方式是什么？欸、小鸡当鬼、欸，他手放下来了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是鬼啦！快跑！快跑啊！好，那我再手都举起来。一二三，你当鬼，拜拜，我就知道了，拜拜，不是哦，我以为你是骗人呢、欸，那我先躲了，拜拜。这里，对对对，然后我们躲起来，输三十秒。看墙壁。我抓到你还想跑？哇，白痴啊！被你害死了啦！我没有抓到了。哎，我刚刚就被抓到了。哦，你也被抓到了。哎，那你要把球棒给鬼啊！他刚赢了，哎，他先抓到你。你讲话断断的，哎。我说，他先找到你的，你要把球棒，你被骗了。他骗你的，你们听他是正常的吗？他骗你的啊！你老母，给球棒啦！啊，我怎么给？带他过来，我怎么听不到？何雨欣啊，人